火锅是中国人民最喜闻乐见的餐饮形式之一，来自四川的辣椒和花椒、盐巴、八角等数十味香料大火熬煮，翻滚的辣汤象征着日子的红火。哎呀，我让人好好吃饭了。我们新的 N 队成立的日子，那我们今天选一个队长出来好不好？好好，有道理。吃嘛，你看他都扶起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先选完队长再吃好不好？可是先吃再选也不吃啊，我们还是先选队长吧。N 队好不容易成立，还是队长比较重要。可是为了这一顿都已经等了一天了，一天啊，我们老了。是我们选完队长就可以让队长请客吃饭了。有道理。可是别的队都在训练，我们队在吃火锅。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，我们要把这种欢乐的气氛延续到底，所以我觉得呢，你又是我们N队的队长，你就做这个队长吧。啊，怎么样，黄婷婷好。